大家做好准备吧。是的，哈哈哈哈。Hello, So Cosm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今天这身造型呢，主要是亮点，主要是在他的鞋子上。女生送男生的话，我会比较推荐我今天搭配的这双鞋，就是路易斯的运动鞋。男生送女生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品牌最经典的 K 的高跟鞋。那么它也是本次中国限定七夕情人节的胶囊系列产品。是的，我感觉呢，我已经快穿遍了本次秋冬系列了。那我现在目前最喜欢的还是在日常搭配中的，我经常穿的就是 Loop Shark 的鲨鱼鞋。它其实灵感是来自于那种鲨鱼嘴，所以它的鞋底就是非常的特别。我觉得就是品牌的精神嘛，因为这个品牌也是一个非常年轻、有趣，然后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的一个品牌。那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去创作的一个元素。拍戏的话，其实就是慢慢的融入。很多时候，其实你还是会觉得在拍着过程中，有一瞬间一下子就契合。觉得就是没挑战过的角色，我觉得都还蛮期待的。其实之前那个，我觉得有一些接触过，但其实那个其实也不算是真正的合作，因为跟一个的对手戏也不多嘛。那这一次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合作，因为跟一个的接触也会比较多一点啊。那这次其实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，但是他对工作上也是非常非常的细心且认真。我其实因为我是去体验生活的嘛，所以其实我只是去帮忙去修点什么小，就是可能要装什么东西我去弄。但其实比如说要真正的修什么车啊，还是基本上是那边的老板自己去弄。我觉得祖国的大好河山都太多了，就是其实也非常犹豫，就是暂时还没想好。就是大家做好准备吧。我觉得对我本人来讲，极限的已经差不多了，再来的话就是超越极限了。哦，我喜欢夏冬，随机播放，宅在家，晚睡早起，4G，睡不着。不确定会回来，那肯定不做了，风险太大了。